们这个版型我觉得做得很棒，是喜欢穿圆领上班的人可以，喜欢穿一字领公主的人可以，而且呢它的手袖一点都不紧，它只是做一个小缩口，它弹性可以容纳我三只手臂哦。好，那它就是会有这种线条，它本身非常的薄，非常非常的薄，然后呢我刚刚讲了不穿一字领的粉丝，我觉得我这样穿又可以上班又可以微休闲哦。好，然后如果你喜欢就是小公主一点的女生，它拉下来也超级好看，而且绿色是非常嫩白的颜色。我觉得这次比较难得的是它是这种薄荷绿的绿，我觉得跟一般大家买到的草绿色完全不同，然后它是搭配灰咖色的树叶。上衣放出来它其实是宽松的，你们发现了吗？然后我刚刚讲它会透哦，所以记得里面穿比较浅色的内着。这件上衣是刚刚绿色的好朋友，它是水蓝色的，非常的精美，它是有点米色乌龙茶色的底，加上蓝色的印花，这超级漂亮。好，那我今天搭配的是我们热销万件的慵懒连身裤，所以整体的感觉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不一样，特别的清新哦，好不好？